这广场的四周，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，不习惯言不由衷，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，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，祝福有许多种，心痛却尽在不言中，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，再痛也不说苦，爱不用抱歉来弥补，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，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，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。我默默地倒数，最后再把你看清楚，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，慢慢被放逐，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，别管我愿不愿，孤不孤独，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，再痛也不说苦，爱不用抱歉来弥补，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，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，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。夏言，一个即将开展未来的年轻生命，却因为继父赖永昌的一时失手而夭折，他的魂魄也被困在粉碎了他的心的水泥块里。辗转30年过去，夏言依旧在寻找他的心，更与邻居小孩东东成了好朋友。东东的母亲曾美是个迷糊妈妈，也常常求助隔壁的漫画家童心来帮忙代为照顾东东。而童心的女友刘玲玲是个强悍不服输的人，她爱童心，更希望童心力求突破，在漫画界留名。但深藏在玲玲心中最让她感伤的是与童心的姐夫许廷文那段过去。廷文也爱玲玲，但是他不能娶玲玲，因为他眼里能够看到前世未了的情债，所以他娶了佟丽。但是他不想还子女债，尽管佟丽多么的想当母亲，廷文也直言不在乎佟丽与别人怀孕生子。夏言帮助童心画稿，童心百思不得其解，却惹来玲玲的不满。童心恳求玲玲的原谅未果，而怅然离去。廷文却未有预警地前来找玲玲。出去。去哪里啊？从来没有放弃过要等待吗？出去。3年了，锁都没有换过。从我结婚那天开始，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用这把钥匙打开那扇门？不要否认，你爱我，一直一直都爱着。那个愣小子都快跟你订婚了，居然连家的钥匙都没有。那对姐弟脑筋真有点问题，怎么从来没有想过
为什么你可以自由进出他家，他却只能傻傻站在门口去发表他的爱情宣言，然后再灰头土脸的走掉。心的颜色，心中有一种颜色，就是血淋淋的红色。许廷伟，你错了，你有色盲。你心不会是红色，它是黑色。你的心它也不会是血淋淋的，只有活着的心它才会有温度，而你，你是冷心。你去哪里？在这儿。那你慢走。不是喜欢享受这种自由进出的感觉吗？不是喜欢享有这把钥匙的特权吗？好好享受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在这里。哪都不准去。我们俩还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冷血，一样的没有温度。是，我冷，所以我想依偎着同心去取暖。我跟你是不一样，最起码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，至少我还知道温暖的感觉。嗯，你不是忘了，而是你从来没有知道过我为你感到悲哀。玲玲，我爱你。知道，我知道我的彩色画稿画得不好，但是我的心是暖色的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玲玲，玲玲，耶！恋爱耶！玲玲，什么都不要说，抱着我就好。
这张彩色稿画得真好。啊，什么时候开始画彩色稿的？这。啊，你好棒啊！玲玲，这不是我画的。哦，笨蛋呢。包装啊，写序归写序，推荐归推荐，这是怎么促销啊？我会的，谢谢你，王先。嗯，拜拜。喂，印刷厂吗？嗯，我是刘玲玲。陈老板呢？那麻烦请他回我一个电话。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花吗？你会嫁给他吗？那怎么样？不要像个刺猬一样嘛！我只随便问一问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哎，你很凶哎！我就是这样。你知道吗？再凶的女人啊，只要一谈起恋爱，一谈起她的对象的话，那都是甜蜜的。可是你的反应不对，有问题。哦，我忘了你苏静忠是个女人专家。你一定常常被很多的女人甜蜜的又咬牙切齿的谈起过，嗯。哎，你别说啊，当一个男人能够被女人久久之后还咬牙切齿的话，那是一种魅力哦。想想那种叫人又爱又恨，让他们快乐又让他们痛苦的感觉，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，刺激的。小心啊！云霄飞车坐久了，嘘，当心摔死你。他呢？他有给你那种感觉吗？有给你坐云霄飞车的感觉吗？同情他可以吗？不要调侃他。谢谢。姐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？有啊，有啊，你就是个讨债鬼啊！姐，家里面就你一个独生子，你这件事不做，要去画什么漫画？为了你画漫画，家里还弄个出版社给你，结果现在出版社里面最不赚钱的作者就是你啊！哎呀，姐，我拜托你啊，我拜托我，我还拜托你呢，你不是个讨债鬼是什么啊？欠你的。姐，我是真的碰到鬼了，我家里有鬼啊。很好啊，有个鬼就是你，不错。你这种散漫，鬼都受不了你。姐，我说的是真的，真的真的，我家里有鬼啊，真的啦，真的。有鬼。是啊。他是这么说的。他说的。看见了。没看见呢。可是他感觉到了家里真的有事哎，就是我刚跟你说的。感觉的感觉怎么能算数呢？要看见了。
眼见为实，不是吗？现在什么科学时代了，光感觉，光感觉算哪门子事啊？哎哎，他以前自己说的。算了吧，姐夫，这世上真的有鬼吗？算了吧，姐夫，谁真的看到鬼了？算了吧，姐夫，什么是阴阳眼？你怎么能证明你看到鬼了？算了吧，姐夫。你这是在跟他怄气吗？你不敢帮他？姐夫，哎，算了吧，童弟，你这个弟弟呢，从来都瞧不起我。当然我也不在乎他是不是瞧得起我，不过我就觉得这人都长这么大了，这打嘴巴三舌头的事啊，最后就别做了。你不能不管他。我为什么要管他？在他眼里我跟神棍有什么两样？当然了，人可以无知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鬼。可是童弟，怀疑可以不要否定的。你弟弟除了无知，除了否定以外，他还嘲讽。他以前说的每一句"算了吧"，都是在嘲讽我。难道你没有嘲讽过别人？你肯定过他吗？只是表现程度的不同而已嘛。你只差没说。算了吧，童心，你游手好闲。算了吧，童心，你根本不是个画画的料。算了吧，童心，这难道不是真的？我对他的每种否定，都是已经看到的、已经发生的、已经存在的事实。他对我的否定是什么？是无知。我让他到教室来看我上课的内容，哈，他都不屑。我请他来看看，我这个姐夫不是抓鬼特工队的，而是一个教灵魂学的教授。他却嗤之以鼻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干嘛热脸去贴个冷屁股？你要原谅他嘛，他又不是你的眼睛，你叫他怎么相信所谓的阴阳眼，所谓的前世今生？你叫他怎么去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鬼呢？好，那就等他看到了再说吧。庭文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酷又这么无动于衷呢？他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爸妈都在国外，别人来找你帮忙你都能答应，为什么？难道远近亲疏对你来说一点差别都没有？别人不会单纯的只是别人，凡是来找我的，都必定跟我有机缘。童心跟你的缘分，难道不会比别人更深吗？否则你们这辈子怎么会来做姻亲呢？这是你自己说的，必定是前世有缘，这辈子才会来相认。庭文，帮他。不必了，自家人客气什么？别说拜托了。谢姐夫。姐夫，你就这样来看，不是还有什么法器之类的？桐心。是啊，我的桃木剑道士袍。符咒都忘带，闭嘴吧！
悲伤的母亲，她自责、愧疚，认为自己间接地害死了阿燕。一个年近70的老妇，能为女儿平反复仇吗？她能等到女儿转世，再度重逢，再续母女情缘吗？是有鬼了，真的有鬼啊？没有鬼，是灵魂。肉体死亡之后存在的状态，我们叫灵魂。鬼是我们人说的，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名称。我们叫他们是鬼，其实，说不定在他们活动的空间里，我们叫鬼，他们是人。好了，反正都一样嘛，都是名称。那我这个屋子里有冤魂？你怎么知道是冤魂？你又没有看到。是吗？这枉死的冤魂才会在人类的世界里游荡，因为他们的魂魄找不到安息之处，他们不能转世，不能投胎，没有肉体，漂浮在三界空间之外，永远都是失魂落魄，好可怜啊！哎呦，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，都被厉鬼缠身了，还可怜人家了。可是我不觉得那个鬼，我不觉得那个灵魂是个恶鬼啊。你的屋子里面不干净，必定还在这附近，因为他的魂魄在这里。祖宗，他来了。
着，我保护你。这是谁家？曾美，我朋友。他是人不是鬼。就你常说的那曾美。嗯。在里面。叫你朋友开门。张美，张美，怎么会没有人在呢？都快十点了。他卖健康食品的，带给孩子生活紧，有时候要兼差，晚上在医院兼大夜班看护。你继续按。大人不在，小孩一定在，一定要把门打开。放心啊，他不是常把孩子丢给你吗？你应该有他家的备份钥匙啊。你要让那个冤魂跟小孩在一起，不怕他伤到孩子。没有，一定是阿美把钥匙弄丢了，就把备份钥匙拿去用，不然平常都放在那儿的。东东，快开门！不行，我妈说她不在家的时候，任何人来都不准开门。我不是别人呐，我是童心叔叔，快开门！不行。东东，一个人在家吗？你说谎啊！是不是有一个阿姨在里面陪你啊？没有。真的吗？看到他进去的哦。没有阿姨，我要去对证，不然明天会迟到。东东，谢谢你，东东，谢谢你。我没有多话，你是姐姐，不是阿姨，老的是阿姨。本子能换的，我好困啊，睡觉好不好？那你唱歌给我听，我睡觉都要听唱歌的。世上只有妈妈。妈的孩子，想。
阿姨，你看现在下这么大的雨，你这样贴到明天早上不就糊了吗？吴阿姨，你看，你把阿燕贴在雨里面，她要淋一个晚上的雨，好可怜哦。我们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嗯。里面呢就不会被雨淋到，那我们不能一直在外面盖房子啊，我们回家盖好不好？在你的视线后面，他前辈子是杀人凶手，这辈子是个绅士，他爱的是今生的女人，娶的却是前世的情债。他没有人格分裂症，却彷徨徘徊在前世今生的迷惘中，他要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呢？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，再痛也不说苦，爱不用抱歉来弥补。吴阿姨，不准叫我吴阿姨嘛，我夏妈妈，我有女儿啊，我是阿燕的妈妈嘛。可是阿燕她已经，阿燕她很好，阿燕就是爱玩，玩疯了忘了回家，不像你这么乖。阿燕呐，就是爱玩。阿燕好像跟你同年的嘛，你都几个小孩了？两个了吧？哎，阿燕也该结婚了。阿燕呢，不会生这么多，她懒。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，最多生一个娃娃。哎，阿燕呢，现在是一个孩子的妈了。她如果已经当妈妈了，她为什么不回来看你呢？不是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吗？不管她生几个小孩，她总是个妈。她就算再爱玩，她也应该回来看你呀。带他的小孩回来看外婆啊，除非他已经不在。回去，吴阿姨，回去，吴阿姨，你回去，吴阿姨，我是夏妈妈，你给我回去。好好好，不管是吴阿姨也好，夏妈妈也好，随便你都行，好不好？问题是，你的孙子、你的女儿他们在哪里呢？明明阿姨就已经失踪那么久了，她可能已经……你敢说？你敢说出来？你敢说出来？夏妈妈，都说阿燕已经，可是我知道，阿燕她没有，我们母女连心啊。知道阿燕还在，你看阿燕好漂亮啊，好可爱啊，当了妈妈
一定也会很漂亮，生个女儿也会很漂亮很可爱。阿燕最爱漂亮。她回来我要骂她。行啊，我不能骂，一骂他又跑了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我不骂他，带女儿回来要面子嘛。哎，对，我不骂他了，我不骂他。夏妈妈，你不以为我疯了，我没有。月如，我真的知道阿燕还没有死，我们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。要是他死了，总会托个梦给我吧。可是这么多年了，我连一次都没梦见过他。真的，我连一次都没梦见过他。对，阿姨，他没有死。你跟阿燕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的。阿燕有托过梦给你吗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所以啊，阿燕她没有死。好，阿燕她没有死，那我们继续替她盖房子，好不好？来，月如，回去吧。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做生意呢。吴阿姨，我没关系，真的。乖，回去吧。看到阿叶，告诉他，叫他回来，我不会骂他了，啊。阿燕，妈妈知道你还在，你没有死。可是妈妈老了，你要是再不回来看看妈，要是我妈死了，我们生死相隔，要怎么相认呢？想你，你真疯。你想妈妈，在梦中。妈妈要是死了，想抱抱你都不行了。
阿燕，她才活了17年，还没来得及认识爱情就死了。她向往爱情，渴望被爱的感觉，是童心让她看见爱情，也是童心让她对爱情绝望。明天卯时，找一间你家北方的正庙，要北方正庙，诚心诚意的去拜。好好，谢谢师傅，这一点意思，谢谢谢谢。你不信我，不信，而且瞧不起我。其实，你凭什么瞧不起我呢？我们之间有什么分别吗？你在神坛，我在讲台，你要小鬼为你办事，是鬼有本事，不是你有本事。我不养鬼，我凭我这双眼睛，阴阳两界前世今生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你弄不清楚这其中差别在哪的话，去问你养的小鬼，他们会告诉你。那怎么样？鬼比你聪明。徐老师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？有，我就是。你也是，你也是，他也是，在座每位同学。这没有什么好吃惊的，根据物质不灭定律来看，这灵魂不灭也是可以成立的。所以灵魂转世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鬼，将来也必定会是鬼。我们现在叫人，只是一种阶段性存在状态而已。男人、女人，还有每个人。植物人、废人，不同的存在状态。子不语怪力乱神呢、啊？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子也与敬鬼神而怨之，不是吗？各位同学，你们大学联考的时候，我想这个中国文化基本教材，哦，一定都背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所以鬼是很可怕的喽。否则为什么要敬而远之啊？这个同学，你看不看报的？当然看喽。嗯，很好。那你告诉我们大家，这社会版里边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什么？夫妻失和，先生杀死妻子，地下钱庄讨债，伤人命丧黄泉，酒醉驾车。又添了一道冤魂。整版整版的社会版，我们只看到了人杀人，有没有鬼杀人的？人杀人，人害人，人坑人，人比鬼可怕。所以是人统治世界，不是鬼统治世界。鬼可怕吗？可是徐老师，你刚才不是说人比鬼可怕吗？可见我刚刚说的话呢，你没有完全的融会贯通。我是说人可怕，人杀人，人害人，人坑人。是啊，都是人啊。不是，所谓现阶段以人的状态存在的人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鬼，也就是前世的灵魂在转生为尸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那些男人杀女人、女人杀男人、儿子杀父母，喝醉的撞死的，
多瞄人家一眼，你砍死的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他们有那么深的仇，那么大的恨，这世上那么多人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不是你？不是我？那是有原因的，因在前世，果报在今生。也许在很久很久的前世，远到我们喝了孟婆汤都忘了，但是灵魂不会忘的，它会永生永世，借着轮回来追讨。下课。喂，哎，王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现在正在到你家路上，你先别紧张，我去看看，也许不是什么脏东西。好的，地址我有。好，一会儿见啊。开心的漫画家，像热情的阳光，给予每一个人温暖。即便是个鬼，他也大方善良的希望能够带给他快乐。他是人，他是鬼，他活在过去，他活在现在。他们快乐的起来吗？他们能够拥有共同的未来吗？想起那些凋谢的